两天啊、多多少少都有人照相啊、说诶老师你看太阳有光晕，一个圆的光晕圆圈，是不是？然后老师你说太阳有光晕哦，消灾哦，是不是？其中一项叫消灾，是啊，还有一项叫放大镜在对焦。嗯，怎么上次没有说、哦、不好意思，它功能很多，上次只是介绍一样。哎，对什么焦呢？如果天体要执行，它总是要有它的一套嘛。平时它就在努力运作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它那个圆圈呢，就像是显微镜的那个镜，是不是？然后从天空照向你，是不是？来正在看，明察秋毫，东南西北，就是这样。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好，随便，反正现在一翻两瞪眼，在天地还没有怒吼之前，你不会相信的，对不对？在天地怒吼之后，你会觉得这世界完全变了，但是已经覆水难收。台湾现在看不出来，中国大陆现在看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这两天还有影片啊，那个大水把那个什么叫什么庙，龙王庙，它好像是建在河边还是海边啊，一个那么大的庙都已经淹了，剩了龙王庙那个匾额三个字，下面都淹了。那我问你啊，有庙就有神，是不是啊？不管是有神还是有灵，反正就有什么了，是不是？难道他不愿意保护他自己的家吗？啊，这个龙王庙不愿意，这个龙王里面的主神不愿意保护他自己的家吗？只是不巧的是，天地执行的时候，人、神、鬼都是众生，在这个画面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论。当天地要执行的时候，管你是谁，是不是？你盖的再大的庙，要灭顶就灭顶了，还有什么庙不庙的可言，是不是？所以咯，就是要人好、哦、面对现实。这个时代已经不是在讲好、哦、庙宇与否，是在讲天地真理与否。那你说那隔壁的王阿姨天天去庙去拜拜，拜的现在还是很好啊，很灵啊，是不是？好事不会多，对不对？不会多一件，就多了也不会觉得多一件，总是好事。但是坏事有没有呢？也不少，对不对？所以好事的时候大不说，坏事的时候多了。如果多了，难道天地不收吗？天地当然收。那天地怎么收呢？你也许这时候会说，哎呀，倒是那是长江的事，我们在这儿一点关联都没有。2020的今天你就错了，你有这想法你就错了。一月份的时候有中国大陆有这个新冠病毒，你觉得那是中国大陆的事？哪里知道六七月份的时候竟然在美国这么的严重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的时候你说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在验收还是什么不知道，但是这世界很小，